除以四，那是读的二十五次，读的二十五次以后，然后就这个是读暖，那读暖，这丙的意思是读暖，所以这个它的个位数就是六。
让服侍为领的这个 S 值带进来，然后算出来这个答案就是余事。好，所以这称为余事定。好，那这个因事定理呢，就是余事定理的一个特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因事定理是余事定理的一个特例，因为呢，那个余事可以有很多嘛，余事可以有很多嘛，刚好等于零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称为因事定理。好，那余事为零就是代表什么？等足，等足就是因事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问题二。这样子下来吗？它是这样的，它剪这边是这样子。